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挑战，请来领取肉卡。每人一共100颗钉子，每颗钉子只能砸一下，砸进去多的一堆火星。哦，对，我们兄弟团每个人砸10颗，我们的工人兄弟每个人砸2颗，最后我们看钉子砸进去多的一队获胜。这一轮如果获胜的话，大家可以获得2张复活卡。哦，必须的，必须，锤子都不用，手一下一个。我们工人兄弟，请第一位出战。哇哇哇塞，你看看 ，no。你好啊，体重多少？我们颜值担当，200多。你是体能和颜值的所有的担当吧？我们用手就砸进去了。我们现在一锤准，准备开始。大哥，你想清楚。他只是手腕动了一下。最后这位感觉什么？像吹生日蜡烛的时候，别人都是这样吹的。他是，对，真的。武功高强。老李头打个样。你来。加油啊，给我们加个油。哎，这才像样啊。继续。飞起来，木板飞了，不能太快，哎，稳一点，稳扎稳打。来吧，工人兄弟，下一组。哎呀！哇，好准啊！都是文艺工作者，香煎和太极啊。小鹿吧，来小鹿试试。漂亮。耶。差一点了，这两个好可爱，力量不够，这样，耶，再使大点劲，好，有一个，加油，咱现在落后多少个呀？落后七颗，就我们要打进8颗，要打8颗才算赢，7颗打平。超紧张，这样我就不敢看了。我们的奔跑侠呢？奔跑在这里。奔跑侠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漂亮，可以。耶，完美，漂亮。希望来了，天哪，我都想哭了都。耶！漂亮！打完这个就赢了。加油！